妈妈，晚饭做好了，快来吃吧。这一堆杂草就是你给我做的晚餐？这可是我挑选了很多地方才找到的优质青草哦。你还真把我当老黄牛了呀。阿雷，不是你说自己是老黄牛的吗？我不是牛，也不吃草。切，你们大人真是善变。哎，算了，我去做饭吧。你去把房间收拾干净，把地扫了。嗯，好吧。你说说你，都已经这么大了，却一点家务都不会做。小小年纪不学好，整天看那些谈情说爱的电视剧，把房间搞得这么乱，也不知整理一下。动作快一点啊，别磨磨蹭蹭的。好累呀、啊，怎么感觉扫帚越来越沉了？嗯，好安静啊，妈妈怎么不唠叨我了？妈妈相信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打扫卫生，喜欢记得关注手游酷玩哦。